大家好，我的名字叫做许浩，我是来自于新竹市，我是国中英文老师。那我的球龄有三年，几乎都是在硬地球场打球居多。那我最喜欢的选手是 Novak Djokovic、Maria Sharapova 以及 Martina Hingis。那参赛觉得那么多年以来，觉得彭博是一个很棒的组织，它提供了台湾很多业余的选手一个比赛的一个场地。除此之外，它在不同的城市也举办比赛，以及在不同的场地上也让我们更加的得到不同的心得。那我希望啊，就是在这一次八强赛能够打得更棒，然后能够遇到更多更有能力以及旗鼓相当的选手，让我们能够更加的表现自己。